大家好，大家吉祥。那我要再次感谢人间佛教读书会，谢谢觉培法师啊，再次给我这个因缘啊，来进行这一块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总说。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本书啊，可能是我们的师父上人这一生他所有做过的、说过的，然后呢落实于文字呢，在思想上定位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也恐怕是我们这一辈子呢要随时带在身边啊，不断地拿起来温习的一本教科书级别的人间佛教思想的这一个专书。好，所以呢师父把它取名叫做人间佛教佛陀本怀。好，从名字上面呢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去斟酌过，也就是师父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动机取了 佛陀本怀这两个字。好，那我们经过很多的讨论跟研究呢，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回归佛陀的初心。好，什么样的初心，也就是佛陀当时说法他究竟希望为众生带来什么。那于是我就想到在经典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好，针对学佛、好学习佛法的目的，佛陀就问了他的弟子，好，他说善男子，假设有一个人呢在彼岸一个充满了苦难跟危险的此岸，在这个此岸当中呢，他希望能够跨越到幸福安乐的彼岸呢，那他应该怎么做？好，弟子安静地听着，他说很简单，好，所有的人呢，我希望你能够用你的双手跟双脚亲自在此岸采集树枝、树叶还有树干，将这一些你采集到的材料呢拼凑成一艘船。那当你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第二件事呢就是将这艘船放进河流里面，我们所谓的生死河流，然后你要记得一样要用你的双手跟双脚亲自的去滑动这艘船到达彼岸。好，那你到达彼岸之后呢，第三个问题是当你上岸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处理这艘船，你是要背着它走呢，还是把它拆解材料带着走。好，弟子依旧安静地听着，那佛陀就告诉大家，正确的做法是当你上岸之后你就应该把这艘船留在原地，因为接下来的你呢因缘已经不一样了。好，我想从这个故事呢好来切入，所谓的树枝、树叶、树干都就代表的我们在此岸学习一步一脚印呢习得的佛法。好，那拼凑成的船呢，好，就是我们已经内化理解可以应用在生活上最好的工具。好，那从头到尾双手双脚亲自采集亲自滑动的这个动作呢代表的是实践，你一定要亲自去实践，这艘船对你来说才有意义才重要。好，那最后一个呢，当佛陀指示他的弟子必须放下这艘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代表的就是师父上人他想要回归佛陀的本怀，到了我们在生命不同时刻的时候你一定要与时俱进，不要拘泥于既有的形式而忘记了自己应该用自己独特的因缘前进。所以回归佛陀的初心，做这一切呢，佛陀所说的法帮助我们到达彼岸呢，都是要让人类啊得到幸福与安乐。好，这个或许就是我所认识的佛陀的本怀。那在进到这本书呢，师父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条件开始写这本书？好，在2014年人间佛教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师父就指示我们要举办人间佛教座谈会。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想的就是一般的座谈会就是我们设定题目，然后呢邀请这个参与者呢与会者好选好自己的题目，甚至写好文章呢来到现场发表。结果呢师父说我不要，你呢既不要定题目也不要叫他们写文章，来了呢
就是放开自由的对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想谈什么就谈什么。那当时我们多少有一点顾虑，就是怕如果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设定范围，没办法具体达到一个座谈会的目标怎么办。师父说没关系，座谈会就是谈，你让他们呢像一张白纸一样，作家、艺术家、学者、企业家、经济学家，他来到现场呢，互相刺激，互相理解。那当他听到的东西再回去再写的时候呢，对我们人间佛教思想的落实啊，才是具体的。好，这么开放、这么前卫的一种模式呢，就举办了两三届之后，一直到2015年啊。好，那一次呢，教授们也习惯这种模式之后，再次来到台湾佛光山，一样师父就跟他们说，你们就是开放着提出你想要问的问题。好，于是两岸三地的学者呢，开始收集了许多教界或是外界一路来呢，对于人间佛教的批评跟质疑。好，有些很犀利，好，有些呢很直接。那看到这些问题呢，师父也没有回避，好，正面迎接。于是呢，在座谈会的第二天，在麻竹园的法轮堂，他和这些学者坐下来，他说，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所有的疑问呢，我现在一一回答。那回答什么内容？就是各位手上这本书里面的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的20题答案。好，精要直接很简洁的呢回答了学者的这些问题。那写完之后呢，大师就觉得我还有很多关于人间佛教思想的话我要说，所以他也没有休息呢，在接下来的2个月不断的口述他的想法，于是就成就了各位手上拿的这一本书，叫做《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那于是这些学者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师愿意用这么开放的方法。回归佛陀本怀，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走向佛陀当时跟弟子说法的情景，面对面，毫无掩饰，一问一答的呢，共同来参与探讨问题的这个过程。好，那所以写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有几种版本。好，各位手上的是繁体版的，好，应该是发行最多本的。那么第二本呢，接着在2016年8月在大陆宗教文化出版社出了简体版的。这是非常相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如果能够在内地由宗教出版社以人间佛教这四个字来出版一本佛教乃至于是一个出家人的书啊，那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也就代表什么？中国大陆认定了人间佛教。好，大师的心愿，弘法80年，这本书呢得以在内地呢正式出版。所以呢，在2017年5月的星云大师全集呢，也就被收录作为论丛的第一本书。我们知道第一类呢是经典经论，那能够作为第二类论丛的第一本书，可见这本书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要研究人间佛教思想啊，第一本要拿起的就是它，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好，我们在大学呢叫做人间佛教101 101，你要进入一门学科一定要摸到的呢，绝对就是这一本书。好，那我们在那一年呢，大家也一起完成了英文版的，几乎是跟中文版同时同步出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完成的。好，但是呢心里非常欢喜，至少我们搭上了这一班车，在大家热烈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英文的这些读者呢也跟上这个议题。好，那接着呢，瑞典文、法文、西班牙文，我知道葡文，好，可能韩文、日文呢也都在积极的进行。好，所以从一问一答之间，一问一答之间，我们就读到了全世界。好，这个因缘非常非常的殊胜。那再回到为什么大师要出这一本书，我想今天来导读总说，包括序一跟序二呢，其实我们要厘清的呢，就像是出门旅行之前的行前说明。我们在出发前呢，先确认大家要共同抵达的目标、方法
还有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就是写了这么多，好，从8.1亿到20.4亿，延伸成6章内容。好，这个还有2篇重要的序文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好，我们相信大师是希望能够为人间佛教定位，人间佛教就是佛教。好，第二个呢，未来身为星云大师弟子的我们，好，有责任呢要树立佛光中峰。好，佛光山的中峰是什么？好，我想无需说太多，大家现在呢心里一定是非常明白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为了重生佛陀本怀，好，一探佛陀的初心，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精神跟理念。好，第四个，树立未来的标杆。好，师父说就是一个佛教，好，我们未来没有不同的佛教，就是一个人间佛教，就是阐扬，就是受持如来一代实教。所以以这四种出版的目的呢，好，我们接下来分几个月呢，一篇一篇的读的时候，好，我想第一篇呢就像是一个调频率一样，好，我们怎么把疑虑先厘清，怎么把大方向看清楚。所以请容我简单介绍整本书，那我再针对每一个章节呢，它的一些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重点，好，再跟各位提一次。好，序言一呢，非常简单的对话，它说明的是写这本书的缘起，好，还有这本书的大纲。那第二，好，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呢，就是针对人间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啊外人的疑惑。那大师呢，他从整体佛教作为立脚点，而且综合实际的弘法经验，无人能比的弘法经验呢，来略微回答这20道题。那20道题都在做一件事，就是阐明人间佛教的真义。那么第一章总说呢，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就是整本书的总纲。好，简洁扼要的呢，从理念来源、核心精神、实践方法，还有注意事项呢，来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的意义跟目的。那么第二章呢，从佛陀出家求法，好，成立教团、制定戒律、日常生活、好，教化生性等等呢，我们去还原现实生活中的佛陀，来看见佛陀是人不是神啊。好，也说明佛陀的人间性。那这个当中，我们在观察佛陀一天的日常生活呢，你可以从方法论，也可以从认识论，好，可以从实践论等方法呢，来说明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那第三章呢，以佛教的根本教义为依据呢，从佛法生活化的起点，再来阐释苦、空、无常、无我，好，乃至于是走向大乘佛教的这个6度4色呢，重点在于是什么？我们要去除过去保守、消极的这一些教义，而且重新建立在更积极的人间佛教面向上面，好，去消极，好，重新积极的出发。那么第四章呢，是从生活的衣食住行、工艺上的设立义学、好，植树造林、好，兴建水利、好，乃至于是我们熟悉的艺术的石刻跟绘画、书法跟画作等等呢，来看见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可是这一章呢，我们会看到的不只是佛教在中国兴起的条件，还有什么中国佛教衰微的10个重要的原因，希望未来我们可以避免这样子的这些弊病，好，让人间佛教呢作为势在必行推广的唯一的佛教。那么第五章呢，大师则是先以这个近百年来啊，我们看到佛教因为受到妙禅心学、好，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呢，导致佛教败破不堪啊。所以当代人间佛教，我们现在开始呢，在第五章我们会从佛光山的文化出版啊、教育办学、好，弘法活动、慈善事业，乃至于国际弘法呢，来看见人间佛教怎么融合入世跟出世。好，我们怎么调解融合传统跟现代。第六章的总结呢，我们看见师父再重新回去回顾他一生啊，他在实践人间佛教的因缘。好，他很肯定的，他告诉大家人间佛教就是怎么样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好，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那这两者呢，其实就是回归佛陀的本怀，佛陀的初心，让现代人呢、啊、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重新看见、窥探好佛陀的初心。那透过推动3好4给、好5戒10善、6度4色、
我们看见了人间净土的建立，我们几乎是见证人，而且是不知不觉你就是成为人间净土的这个一部分呢，共同在成就。好，这是相当殊胜难得的因缘。好，我们得以有这个福报呢，来见证这样的一个时代。好，所以呢，最后大师啊，他以人间佛教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好，来收这一本书呢，再重新阐释他一生的这个弘法的意义。好，所以从整体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阐明的是这一本书，第一个它的高度，好，第二个它的重量，那第三个它跟我们有多贴近。好，那怎么有多贴近呢？好，我们从序的部分，好，简单跟各位再说明一下。好，各位看序，我不知道您花过多少时间读它，好，10秒、20秒、50秒，好，可能你很快。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的本意，他希望我们用最自然轻松的方式，重新去感受当时佛陀跟弟子面对面轻松对谈，但是去探讨出深奥意义的一种场景。所以我记得序呢是在书建区完成的时候大师才写的。那天早上我们去跟师父请安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师父那天手就挥得很高，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序啊，等你看到你会吓一跳。我说，哦，这个书已经这么精彩了，序还要怎么让我们吓一跳啊？那我永远记得师父那一天眼睛里的这一种光，他好欢喜，非常非常欢喜。好，那从这个欢喜里面，我就看到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人间的积极跟热情，好，我们的师父上人呢，全身上下散发的都是这样的积极跟热情。好，一个人间菩萨把他生生世世所有的努力呢，贡献给这个人间跟众生。那这个人间的热情呢，它展现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佛陀的本怀。他说，我要让你看到学佛就是这么欢喜，好，你研究佛法研究思想呢，就是这么的热情，这么快乐。其实呢，在为什么一开始写的时候，这本书应该叫做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好，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好，文章刚出来的时候，那回归两字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用最简单生动的方法，好，还原佛陀说法的初心。好，就如同我们刚刚开场看到弟子跟佛陀之间就针对怎么求法，怎么得到解脱呢，简单的一个对话。好，那跟佛陀同一个时代的圣者，有一位哲学家，好，苏格拉底，他也用一样的方法呢，在引导他所有的学生去探究真理。那我们称这个叫做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Socratic questioning， 对不对？好，一问一答之间呢，让学生、让弟子呢，亲自参与这个探寻答案的过程。那你参与之后是什么感觉？我是靠自己去找到答案的。好，我并不是由人告诉我是什么的。那因为是你自己亲口说出来的，你会更认同它，更快去实践它。所以一问一答，我接下来要问各位的是，请问问问题的是谁？问问题的是自己。好，那就问问题，第一题他是说什么？你信仰什么？对不对？好，然后那第二题呢？他说为什么要信仰人间佛教？所以各位，如果你说问问题的是你，好，那就代表我们也在探索佛教就是佛教，为什么要信仰人间佛教。所以问跟答呢，都有两种不同的人在扮演这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呢，是我们所谓尚未了解人间佛教的人，那初步呢回答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作者，就是我们的师父，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很希望呢，在今年整个系列的阅读研讨会结束之后，问问题的将不再是你，好，将会是其他尚未理解人间佛教的人。那回答问题的呢，我们也期望将不再只是星云大师。好，回答问题的是谁？对，举起手，往自己身上比一比，对不对？我希望我能够做那个为想要了解人间佛教事宜解惑的人。好，那条件是什么？我们后面再来讲。所以为什么师父说这个序会让你吓一跳？好，为什么？因为他直接把你拽入了这个情境当中，你现在是离不开了，你已经是这个一部分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序上面看到的。
好，用这个最不平凡的方式呢，展现了很多好佛陀他宣导平凡、平常、平淡的佛法。好，但是平淡道呢，它对我们来说有了永远不同的意义。好，所以呢，再整理一下序言，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大师呢，他对信仰价值的绝对肯定，这是第一个，我们能够是不是能够看到？因为第一题就看见了，对不对？你信仰什么？整本书的第一句话，我信仰人间佛教。我想这就对我们信仰的路呢，永远的定调定位了。而且一旦信仰的根扎进去之后，不会再摇动的。好，在那一刻呢，我们可能离成就成佛的路呢，也就不远了。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大师归宗人间佛教的明确表示啊，在这个同时也激起了我们想要探究人间佛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真谛跟价值。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呢，在序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对这本书的提纲挈领，也就是未来呢，你如果已经读完这本书，你想要复习的话，回到序你可以找出所有这本书的重点，每一题每一题简洁扼要的呢，都直指人心，正中红心。好，那我们在读的是什么？他一生的理念跟精华。好，所以呢，透过序来定调，带着肯定的回答，就是这本书的行前说明。好，我们频道调好了吗？好，我有没有准备好来毫无条件的相信跟接受我接下来这本书要告诉我的观念跟态度，来建构我的思想？好，这是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所以呢，序呢完成之后呢，第二个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大师最早在这本书成就的，好，是这篇文章《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好，这个学者一个一个问题问嘛，人间佛教世俗化啊，人间佛教没有思想啊，人间佛教都是活动没有修行啊，人间佛教没有次第啊，好，人间佛教没有解脱啊，人间佛教呢不注重出家的修行，好，就听到我都会背了，可是我现在越听我就越觉得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想跟随着我们师父上人的脚步啊，他用几乎毫不留痕迹的方法，让我们从实践的精神呢去看见，我们早就在做跟证明很多让这些问题呢是不成立的这一些答案。所以这八点一义啊，好，等一下我们来用人间佛教的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好，里面挑出几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师父怎么破解这些问题。好，但是当大师看到这八点一义破题的时候，好，他有一些感慨，好，他其实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好，他感叹什么啊？佛教为什么会被误解到这种状态？好，他感叹为什么佛教已经退守到出世的清修，失去了佛教的入世精神，感叹为什么佛教已经退守到山林的遁世，失去了佛教对信众的服务。他感叹啊，佛教已经退守到玄妙的空谈，失去了对佛教事业化的实践，退守到消极的讲说，失去了佛教积极奋斗的真意。他感叹这一些，但是我们曾经也会问过，那大师你为什么还是要在佛光山呢盖禅堂、抄经堂、念佛堂这些修持的这一些场所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大师啊，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传统佛教，而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够再进一步提升，所以他告诉所有的人，你来到佛光山，你要抄经你就去抄经，你要念佛呢，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念佛。好，你喜欢禅坐呢，好，我们每个月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这个禅修。但是我希望各位所有来到佛光山修持的人呢，可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什么？你终究有一天还是要走进人群生活的，好，这是我们无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些疑义当中呢，实际上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到我们终极作为一个人到底怎么实践佛法。好，所以呢，接下来的二十题，好，我们选一下，好，来看见呢他如何用这二十点，好，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呢，来破解这许多对人间佛教的误解。好，他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反思跟回应。好，比方说我们如果回到刚刚的八点一第一题啊，他说人间佛教是庸俗的、世俗的、是人称的，
没有达到最高的成佛境界。好，那我们就用第十点。好，大家看到我对人间佛教的体认呢，这个第十点，好，这个原文里面呢，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人间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佛陀都已经说过，人人皆有佛性，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觉悟，觉悟自己可以调和与自己的与一切世界，自己能统摄自己与一切世间。所谓法界圆融，人间佛教认为一切都是我的，一切也都是无我的，我与法界可以融合，也就是说我与十法界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么从这一边呢，我们看见了人间佛教的正道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好，作为人间的菩萨行者，我们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好，再来看一个第五点。好，第二个成佛观呢，是在第五个回答当中，师父就提到，你说人间佛教不能成佛吗？确实人人都有佛性，这是没有错的。 好比一颗种子预言可以生长，发展佛性可以成佛，但是如果它没有能量发展佛性成为别种，那也无可奈何。好，总的来说呢，好，我们可以看见经典里面说禅体不能成佛，好，世间自然进化适者生存，对于所谓的骄牙败种，我们也不能不否认会有自然淘汰的少数。好，那这里在告诉我们是什么？从前面提到的我们不一定要成佛呢，不代表大师否定成佛的需要，因为他说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有佛性啊，佛性已经在我身上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探求？好，那第二点再回到这里呢，他会 再告诉我们，所谓的是不能成佛的问题，你要不要归咎到人间佛教身上啊？好，不是这个不好，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具足这个成佛的条件。好，所以呢，一旦呢，我们在这个人群当中啊，我们去体认到，好，在这个第十点他说到的，我与十法界众生都是同体平等的，好，在这个成佛的正道观里面，其实你一旦感受到同体平等，你就跟佛陀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共存。为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什么？最高的、最平等的智慧，对不对？所以证得同体平等的这一个境界呢，好，等同开悟，好，你跟成佛也没有两样了。好，所以这是大师第一个针对成佛的这个观点，正道观跟成佛观。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三题，他说人间佛教没有修行，顶多是个做人处事的这个引导，这个跟学佛的超越真相成佛做主可能扯不上关系，所以这个直接点到了所谓的修行观。好，那大师呢，他直接在我的这个体证的第一个回答，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让我们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观。好，我们来读一下，他说我们的人间佛教要把自我提升，肯定自我，好，我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人间佛教的精神，不是把自己赋予神权来控制，而把自己所有一切由自己来承担。好比《欧含经》讲的智一止、法一止、莫一一止，这就是我们对人间佛教的信仰。我们在读这样的一个宗教观念的时候，包括修行观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意识到当西方的宗教学者来研究佛陀的这个精神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多么的惊为天人。他说他在这么多的宗教里面，法国的这个宗教学家 Eugene Bonhoeff， 我没有看过这么符合人性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完全回归于身为人的自我，那也就是自我提升，肯定自我，承认我是佛呢，你在做什么？我们把主导权拿回来，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识并不是依靠外力，不是依靠天命呢来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但是说宇宙中主宰我们的呢，不是某一位教主，佛陀不主宰我们的生命，他只引导我们开悟的道路，也不是某一种超然的神力，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主宰了我们的未来。也就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
通透明白自己行为好业力所带来的影响呢，它也不是都是负面的，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佛教人间佛教的修行观呢，主重要的在于自我提升，肯定自我，不在于祈求外力的加持，外力的主宰。好，这个呢是比这个做人处事更多的，它是更超越更真上的，因为你一旦提升自己啊，其实你就在超越自己。好，那由经证来说呢，我们刚刚谈到的我是什么，好，但是也回到欧含经这个原始经典呢，来看看佛陀当时怎么讲。好，无名父爱结系得此世神，有情流转生死的动力与业有深切的关系。好，第一个呢，能不能够改变的定业与不定业。好，第二个呢，是自己承受还是跟大众共同承受的共业与不共业。好，还有呢，引导你来投胎转世的这个引业，还有你未来呢，你投胎转世之后个人还能够培养的这个还会产生的这个比较独特的后果呢的满业。好，那这几种不同的业力，好，让我们通透的认识之后，肯定自己呢能做自己的主人之后呢，未来当然主权在自己身上。那也就是回到大师常常讲的，好，人间佛教依止什么？智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好，通通在讲的都是我肯定我自己，我相信依我这个人生，我可以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亲手划动这艘船到达彼岸，才能够修身成佛。那法依止呢，我相信我唯有依靠佛法的修行，我自己认真去内化去理解的佛法呢，才是解脱之道。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莫依依止，我依靠我自己，我相信自业自受，非他方神力可救赎，这个就是最好的超越，不是吗？一切超越的因缘条件都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相当不得了的哦。所以呢，有没有比人间佛教更好的宗教啊？如果没有不能依靠自己呢，我想答案应该都不会是 yes。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题。第四题他说，人间佛教是在家的，对于出家众的丛林生活啊，好，对于苦修悟道没有神圣性，也就是什么？人间佛教不神圣，好，都是世俗的。好，这个问题呢，在第二十题这个答案原文 number 20， 好，大师针对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好，做了一个说明。他说：生命永恒，生命不死，好，这就是真如佛性，就是神圣性啊，这就是人间佛教。也就是在回应我们前面所讲的，能够依靠自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呢，我有志于超越自己，扩大自己，净化我的信仰，我能够升华自己呢，其实这个就是神圣性。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开始跟着师父在世界各地走动，我就记得在前两次跟着师父一起出国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到不同的这个机场，那次应该是在香港机场。哦，香港机场很大，对不对？什么都有。好，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呢，我们通关了之后，好，那一天的侍者速度非常快，在通关的下一刻呢，完全消失不见，只剩下我陪着师父。所以我就乖乖的呢，跟着师父走。好，那走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左右有很多机场的设施。心里难免好奇，我来看看我这个很久没看过的香港机场。结果呢，我一转头的时候，我就发现师父已经离我五六步了。那我再跟上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要东张西望。他说抬头挺胸，他说妙光，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呢，最好看、最好玩、最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在你身上。吓死我了，永远记得那个时候23岁。但是我想这一句话我再去思考的时候是什么，其实师父已经在提醒我们，我们最神圣的就是自己对佛法的信仰。那透过我们的威仪，我们的信心跟定力，去展现出在一个人间佛教行者身上你看见的那一种神圣性啊，好，绝对不是一般人讲的你一定要供奉在高台上面，它一定要多珍贵。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跟美国教授 Lancaster 教授对谈的时候，他说他最近在写一本书叫做移动性的神圣，好 Sacred Mobility。 那我就问他说，什么叫做移动性的神圣？他说其实这个重点在于佛陀在涂皮之后，好，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呢，神圣性。佛陀提醒了大家，把我的舍利供奉在十字路口，哦，十字路口就是所有人每天会经过的地方，让我跟人在一起，让人可以看到我。他说第一个行动力就是他已经把这个舍利呢从深山呢，哦，移动到人可以轻易接触到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很多佛教徒会把高僧大德的舍利，哦，放在嘎屋，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你走到哪里呢？那当你要做定课的时候，你会把这个舍利拿出来供奉。他说能够跟着你的走，跟着你一起走，不再只是关闭在舍利塔里面的这个圣者的这个遗物呢，它也是移动性的神圣性。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师父给予我们的还有一种，好，更容易移动，更可以随身携带的神圣性？好，他说你要讲我是佛吗？没有错。好，所谓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星云大师告诉大家，你大声跟着我念我是佛的那一刻，好，他告诉你，你能不能够印证你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好，就在你左右，好，他常随你的左右，走到哪里呢他都伴着你。那你相信的话，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好，在每一刻我们带着我是佛的心念在净化自己的三业，相信自己可以越来越好，就是一种提升。所以人间佛教有没有神圣性啊？有嘛，它是信仰的进化与升华。一旦你看见自己的价值啊，神圣性就出来了。珍不珍贵呢？当然珍贵。所以呢，后面当然师父呢在依照我们佛教徒的这个行持，还有这个经典，还有法义呢，在提醒我们。他说你依止佛陀三法印、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这些修行，然后你要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要行菩提道，哎，菩提道好走吗？哦，不好走，哎，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在啊？对不对？因为你发了心，你发了愿，而且你相信你可以克服这些困难，难道这个没有神圣性吗？好，第二个，我们在家学佛啊，如果家庭每一个人呐，啊，都人我和谐，家庭幸福。大家一起在佛道上面共勉，一起成长，一起前进，这不是神圣性吗？我们把神圣性移动到了家里面呢，你不是一定要到殿堂，不是一定到寺院才会看到佛教的神圣性，这是人间佛教可以给予我们的。好，还有他说人间佛教以人为本，不假神权。好，如刚刚讲的，我如果我依靠我自己我就能成就，这个没有神圣性吗？好，当然有啊。好，所以呢，在这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一个，除了自利以外，利他。他说，人间佛教走入社会，服务社会，弘法利身，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心大不大呢？哦，恐怕是非常大的。你不是只有照顾自己，不是只有照顾自己的家庭跟事业，你在这个同时，还是跟着星云大师的脚步，跟着我们佛光山所有的法师呢，在关怀众生。啊，这个没有神圣性吗？哦，绝对有的。所以我一直对于前两天我们在那个新马印泰总住持觉诚法师啊，他一天飞机来回走到阿富汗，有一张照片是他跟这个阿富汗的官员交换念珠。实际上那一刻我看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因为双方相互的认同，而且把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宝物啊，用最恭敬虔诚的心送给了对方。那这种移动性的神圣性呢，于是在作为人的我们，它可以随着我们上山下海，好，随着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呢不断的探索。所以人间佛教有没有神圣性呢？绝对有的。 好，第七题，好，人间佛教没有普遍化，没有进入到佛教正统的核心，好，没有这个重情义举，好，如果讲哪一家说法，哪一家倡导，不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好，也就是什么？人间佛教的特色在哪里？好，我们看一下，在原文第三题，
我们可以看一看人间佛教的判教观，对于这个教法教义的分类，大师直接告诉大家，信仰是复杂性的，它是多元的。好，可是在人间佛教的意义上面呢，它可以统一这许多复杂性，因为我们的佛性能圆，一切能成就。佛性是什么？圆满平等，对不对？ 无差别。所以尽管信仰的层次不同，种类多元，但人间佛教会圆满一切宗教的说法，这就是人间佛教的包容，可以做全人类的信仰。所以我想到我们在九一一事件的时候，大师站在世贸现场，他直接说，慈悲伟大的阿拉、上帝、耶稣、穆罕默德还有佛陀的时候，我想这样的一个宗教之间的一种包容跟这个最高精神的统一性啊，于是就展现出来了。那觉诚法师上周也是请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官员，他说你们用可兰经祈福，我们用佛法这个佛教的这个祈愿文来祈福，这个道理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判教观当中，人间佛教的立场呢，实际上从五乘佛法里面，好，在这个五乘佛法里面呢，我们可以说佛陀为人乘性格啊，他说受持五戒十善，好，可以脱离三途而生人道。好，应机说法，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根基的众生呢，人间佛教都有你的一个位置，人间佛教都有属于你的法门。好，那么为天道的这个性格的人呢，他说什么？十善法，好，可以升天界。为声闻乘性格的人呢，他说四谛法，好，可以脱离三界而成为欧罗汉。好，为缘觉乘呢，他说十二因缘，可以脱离三界而成为辟支佛独觉。好，为菩萨乘性格的人呢，说六度法，让他呢可以超越三界二乘的境界，得无上究竟的成佛果报。好，所以在成佛之道上面，我们看到人间佛教的五乘共法，乃至于走向三乘共法或是大乘不共法，它是通通接纳、通通包容的。但是在最高位的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证悟的境界呢，它是能够统一含纳一切的，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曾经记得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带领不同的组员，那有时候徒弟就会跟大师说，这个大师父这个人的性格太特殊， 我没办法跟他工作，这个人不配合我不要，那个人太厉害我不要。结果大师就说，如果你这个人也不要，那个人也不要，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好，最厉害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你都可以让他成为你这件事情的一份子，然后呢共同完成他。所以无论是人也好，那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宗教也好，乃至于是不同的法门啊，好，针对没有真正的一家的说法呢，这个就是大师的答案。所以师父的五乘共法呢，超越了大小乘的对立思维，他主张整个佛教的思想跟实践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无论是人天乘、声闻缘觉乘还是菩萨乘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去欣赏每一种人的美好。当我看到他的优点，融合接纳的时候，让他成为我的一部分的时候，借力使力，大家就可以一起更好。好，唯有心怀法界的菩萨修行者呢，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眼界。下一题是第八题，好，他说人间佛教没有解脱道，好，没有证悟的境界，传统的佛教不容易接受。好，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好，当然不同意。你看一下第四点原文，师父说人间佛教的信仰认为生命是永恒的，不会死亡的，所谓信者得救，但是不信也不会灭亡。好，等于时辰中呢，它是圆形的，不是直线的。好，直线是从生到死就没有了，但是时辰中是圆形的，十二之后呢，照常从一开始永远流转。因此呢，我认为人间佛教对于轮回的看法是无限的未来。好，那简单的他说，今后人间佛教不说六道轮回。好，在形象上不要再分圣凡，既然人人都有佛性，那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的种类？我们称为十法界流转，
所以人间佛教的轮回观呢，是无论你在哪一道，无论你是凡是圣，你都依然在这个十法界的流转里面跟众生共同前进。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有没有解脱到？解脱不是二分法，解脱不是我完全从这里我不要了，我直接到达彼岸。师父说生命在轮回里就解脱了，没有所谓的轮回的问题。当然我们承认有轮回，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轮回，但是现在这边做的二分法是，你认为你在轮回就是苦，你在轮回外就是乐吗？好，可能师父把我们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提升到更高的眼界，就会发现你即使解脱了，你都还在法界里面，故事还没有说完，故事还没有说完代表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好，那既然如此呢，你还是在世界空间里面，你应该在哪里解脱？在轮回里就解脱了。所以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凡夫，好，我们证悟的眼界，我们的境界跟世界呢，好，还很小，慢慢的对于真理，对于世界观，好，对于一切的这一些世间现象呢，有了更通透的洞见之后，你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还是佛啊，其实呢你都还是在这个法界里面。所以有没有跳脱轮回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有没有超越。所以呢，轮回在哪里？这个法界观我们可以看到，轮回在虚空之中，所谓法界圆融，到处都有，到处都在，一即一切，那也就是自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好，有这样的一种超越的轮回观呢，你就可以看到人间佛教的世界。所以我们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常常就会说，我希望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身体的苦痛。当然希望如此，可是不要忘记，你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对不起，你还是要回到人间来的，继续回到人间来圆满。好，那已经超越了这种色身或是此岸彼岸此方他方的我们的师父啊，我想在过去的这个五六年，虽然我们相当不舍，但是即使师父在生病啊，他都在示现佛法。所以我们记得师父在89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坐了轮椅，眼睛看不到，手抖，好，然后呢40-50年的糖尿病啊，好，当有时候难免会看见师父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是坚持照常会客，好，照常呢探视这个工地。那当徒弟跟师父说，师父休息一下，好，你发烧了，好，师父就会说，我没有生病，我只是不方便。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生病可以病得这么优雅的，对不对？他不展现任何的痛苦，而且在那一刻呢，因为自己超越了色身的痛苦，还可以给众生带来安定与快乐。我想这个就是超越轮回的这个解脱观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好的示范。甚至曾经有一次已经发烧到要医院去吊点滴，但是师父告诉医生说，你打完点滴就让我回家，因为我今天的功课还没做完。2008年、2009年，师父每天的功课就是要写100张的墨宝，早上100张，下午100张，晚上100张，好，半夜睡不着再来100张。好，我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么的精进。好，可是那一天当他发烧到将近40度要打点滴的时候，他还是跟医生请假回到法堂，把他晚上的功课做完。那但是写着写着呢，随着肌腱炎的这个发作，手痛到已经抓住桌子边缘的时候，照顾师父饮食的萧师姑，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就跟师父说，师父啊，师父啊，师父都不理他，继续写，他再喊大声点，师父啊，你要放下。对啊，然后师父呢就看着他，拿起笔写了2个字，放下。好，接着呢笔放到桌上，他转过去跟他说，我要放下的是这个色身，不是众生。所以心心念念呢
色身跟心念时时刻刻无处不与众生同在啊，好，就是人间佛教最好的轮回观啊，自不住生死，背不住涅槃，好，甚至师父他说来世我还要再继续做和尚，为的是什么？可以继续跟大家在一起。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到了现在还有没有感受到星云大师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啊？对啊，好，那针对这个八个疑义，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只挑几个重点，好，来探讨师父在20个答案当中怎么解答这一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部分呢，就留给未来在研读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好，那现在我终于要进入正题，就是总说。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在前面呢，就像刚刚提到，它就是一个观念的建立。对，所以师父在续一续二呢，一直在帮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帮我们去除让我们有疑虑的部分。好，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裹足不前，他会说你现在都讲出来，好，我帮你做准备。所以有了前面释疑解惑的基础啊，就像打了疫苗一样，对不对？大家现在免疫了，好，免疫不是说你不再会听到这一些批评跟疑义，而是什么？你未来听到呢，他也不会再让你动摇了。所以我一直在觉得前面的序呢，好像或多或少扮演了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让我们呢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接着就是从正确的核心思想再来往后建构。好，这也就是总说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呢，总说第一章的摘要呢，就是大师对人间佛教的定义、理念跟他的实践探索的一个经验总结。好，经验总结他已经做过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他的结论是什么。那里面的经验总结呢，有几个关键字。好，我们在这一章会发现有16个小标，对不对？好，那这个16个小标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用功的一个方向。好，我们整理出来在这个表格上面。好，我先简单带过几个。那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探讨其中一两样，看看我们怎么解读。好，第一个叫做中道生活。好，人间佛教的核心思想与行持呢，从所谓的中道生活开始。好，中道生活要解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人间佛教的生活观来看呢，可能又注意到佛陀本怀在于解决人间的问题。 好，我们再重新复述一次，佛陀是为了人间而说法，对不对？那佛法呢，就是人间普遍真理，解脱人们的烦恼，好，来丰富生活的意义，好，而且进一步自利利他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提到仰止为佛陀，仰止的呢，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历史他说过什么东西，他用什么方法呢来行持。仰止的呢，其实就是佛陀的本怀的精神，好，他的理念。这么做呢，我们才有办法呢穿越小乘大乘或是部派佛教之间的分歧，好，来贯穿它，贯穿这一些不同宗派不同传统的主要的核心精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佛陀本怀。而且可以呢一直走到2000年之后，让我们好用在地文化适应的方式呢去理解佛陀的教法。好，所以呢绕来绕去，我们还是得不断地问自己，什么是佛陀本怀？好，总论他有提到，他说佛陀本怀是四样东西。第一个，佛陀本怀是希望弟子佛教徒呢重视家庭伦理。第一个，家庭要顾好。第二个，建构社会和谐。好，你要贡献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确保生活无碍的一个社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安邦兴国，没有国哪有家。你看到乌克兰呢，家破人亡，甚至于是这个爸爸必须忍痛为了从军呢，拜托一个陌生人把他2个女儿啊送到邻国去跟他的妈妈会面。所以我们现在何其的幸福，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安定的国家可以保护我们。所以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
第四个是什么？整体的人间，那也就是人间菩萨，我们怎么用智慧跟慈悲来教化所有的众生，这个是佛陀本怀的第四点。那综合以上所说，回到四个字，就是增进人间的幸福与安乐。所以呢，在我们体验到这么多的漫长的佛教的历史啊，我们会看到弟子对于教义戒律的理解不同，乃至于后世弟子对佛陀崇拜的方法也不一样了。好，再加上各地的政治文化等等因素呢，我们看见的是大概三五十年前汉传佛教远离人群，好，然后呢跟人们渐行渐远的一种遗憾。好，那于是呢重提佛陀本怀的目标就是什么？重新让佛法在人间发扬光大，好，好，陪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扬光大。好，但是呢为了导正错误的观念及方法，好，这边总说用16个观点特性跟实践法呢来说明人间佛教的核心思想与行持。好，所以呢第一个大标他谈的是中道生活，好，也就是人间佛教的生活观。好，那什么样的中道生活？好，实际上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分成关于我要不要成佛的一件事情去做调和。好，中道呢不是说站在正中间两边都不接触，而是什么像一个秤子一样，好，你必须要把这个支撑，好，整个存在点的这个重心呢移到对的地方，这边需要长一点，那边需要短一点，两边才能够平衡的调和。所以对于这个急人成佛的这个中道就是什么，我们前面提到不求成佛只求开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要点下面是我如何不断的提升自我，我如何不断的自我圆满。那自我圆满自我超越的一种方法师父指引给我们就是什么？承认我是佛。所以我记得跟各位分享过，有一年啊，因为这个办事没有办好，把一个青年的女孩子呢搞到火冒三丈，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搞得我也非常生气。好，正当我要生气的时候呢，我接到电话说师父要帮700多位短期出家的戒子开示，好，他叫我要去翻译。好，所以是生气还是翻译？当下立刻做了一个选择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很生气的去翻译。对，因为我还沉浸在我的我执当中，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好，所以当我很生气的去翻译的时候呢，大师坐下来就跟700个弟子讲，他说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生命的快乐之道。对啊，所以我就很生气的翻译了快乐之道这两个字。然后下一句他就说我们人啊来到这个世间都是要为了欢喜而来。好，那我就继续很生气的翻译我要为了欢喜而来。好，心里就在想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好，我们可以好好讲话。好，那第二句话，我们既然是为了欢喜而来呢，你要记得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要计较。好，那我就一边翻译心里想说他这样子方法太不合理了，我等一下要下去好好的跟他理论一番。对啊，然后接着师父就说，既然我们是为了欢喜又不要计较，请各位跟着我念我是佛。所以我也翻译，我也 here for happiness, never actually hold a grudge, 然后 repeat after me, I'm a Buddha。 好，然后心里就想我决定了，等一下下去我要去臭骂他一顿。人格分离。然后突然在那一刻呢，我想完之后，师父坐在正中间，他就突然转过来，就皱着眉头看着我，很生气。那我就想，我刚刚没有翻译错啊。他停了3秒之后，他就说：“你刚刚已经都说你是佛了，你还要跟人家计较吗？”哦，那一刻我就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肩膀的重量突然完全离开我，身体变得非常轻。然后在那个瞬间我想要哈哈大笑。原来师父用这种方法去让我理解什么叫做承担我是佛，我要调和到一个作为人但是又离这个佛性够接近的这个位置呢，去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好，所以我相信那一刻我就提升了。好，提升之后呢，翻译结束一切顺利呢，我回到办公室再跟这个青年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好像刚刚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怒气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我想在自我提升这个吉人成佛的中道当中啊，我们的调节能力够不够强，善用还是作为人的我们的这个六根，好去感受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吉人成佛的中道呢，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人间佛教的生活观。那第二个要调和的是要不要入世跟出世，好，这个应该很多人思考过嘛，特别是出了家的我们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诵经拜佛。所以入世重于出世呢，是人间佛教中道的调和法。好，怎么调呢？大师提到，他说入世重于出世，这是人间行者的标准，生活重于生死，利他重于自利，好，普济重于独修。所以这四种的中道原则清清楚楚的为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的定位跟方向做了一个这个完整的阐述。所以呢，入世还是出世，我想我们现在都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是哪一刻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好，入世，只有入世你才拥有足够的条件呢考验自己的极限，好，也考验他人的极限。那第三个呢，叫做利他重于自利的中道。好，这个也问过了嘛，就是到底一个学佛的人是应该先成就还是先度众？好，但是呢，我想我们在人间佛教学习的很多的这个经验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切从做中学，而且发心让自己这一生所有的努力的成就，让众生都得以分享，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得到的利益更快。更多，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人间佛教的生活观。那第二个呢，大师提到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相当的熟悉。好，那特别是针对这个戒律还有皈依呢，他把它归纳成六个字，自由、民主、平等，对不对？戒的精神呢就是不侵犯，好，我们能够规范自己呢，自然能够拥有自由。所以有一批心理学家，他曾经做了一个试验，他把一群3岁的小孩呢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呢中间放了一盘五颜六色的糖果，他跟这些小朋友说呢，等，你要等着，你要等到老师来说可以吃糖果，你才可以伸手去拿这个糖果。各位知道这是多大的诱惑，讲完之后呢就关门出去，然后呢到了隔壁，从这一个监视器呢看看这些孩子的反应。好，所以这当中有的小朋友呢就看着糖果的，对不对？很想吃，然后呢但是记得老师说的话，所以他就等，等3分钟，等5分钟，等10分钟。好，那在3分钟5分钟呢，你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受不了了，糖果就拿起来吃了。好，那有一些呢，他竟然能够足足等20分钟30分钟都不去拿那颗糖果，一直到老师走进去跟他说非常好，你现在可以吃，他才把它拿起来。那这个研究呢，他追踪了20年之后，发现这些孩子的变化是什么。那一些没有办法自律的孩子呢，他在学习上啊成果都比较不好，但是有自律愿意等待的孩子呢，因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他们普遍的学习的成果，他考上的科系，还有他所有周围接触到的人呢，都是更加优质的。所以在师父这个这一句话，他说戒律里面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啊，其实呢还是回到那一个靠自己，对自己要负责任。好，你不侵犯他人呢，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自然能够拥有自由。好，那么皈依三宝呢，也就是刚刚提到找回自己，不由神明控制我们，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那最后佛性平等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佛光山的男女平等，好，四众平等，身性平等，这个其实是佛陀本怀里面最伟大的学说。好，可能佛陀在他的时代呢都没有办法得以实践，但是很多部分呢让我们在21世纪的人间佛教呢可以见证。好，所以这是戒律的精神作为做人的根本。那么菩萨精神呢，叫做人间佛教的修持根本嘛。好，也就是作为人间佛教的行者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好，入世重于出世，对不对？生活重于生死，
利他重于自利，普济重于独修。好，那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从大师在盖藏经楼的过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好，这个是藏经楼的三门，也就是你要跨进藏经楼这个人间佛教思想圣域之前必须穿过的门。好，所谓的法门呢，在梵文里面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转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一旦跨过这一道门的时候呢，你将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好，就像建筑物的结构从外面变成到里面，但是法门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转化。所以当时呢，大师写了这个三套字慈悲、波瑞跟菩提的时候啊，他就召集了佛光山重要的弟子、中委、长老，还有海内外的这一个住持，他就问大家说哪一个应该放在中间。当时就有弟子说，是不是波瑞应该放在中间，因为以波瑞为眼嘛，你没有波瑞，你所有的方向都错。可是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他是说你应该要把慈悲放在中间。为什么？慈悲是动机，你有了慈悲，你才会有动机想要去救度众生。那有了动机呢，你才会想要证得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方法。好，动机之后跟随的方法呢，最后一个菩提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完美成就，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精神。那你从这道门踏进去之后呢，在慈悲门的正后方写着几个字，如来一代实教。好，也就是我们对于人间佛教行者的这个慈悲弘化的观念建立好之后呢，好，再结合佛陀一生所说的教法，好，前进到最高的人间佛教的思想，也就是菩萨的精神。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太虚大师他的一句话，他说比丘不是佛未成，但愿称我为菩萨。好，也就是作为一个比丘呢，我可能戒律没有 受持的很圆满，所以不敢称自己呢为比丘，但是是佛吗？我也离得很远。好，不过呢，我愿意你称我一声菩萨。为什么？因为我愿意服务众生，我愿意作为服务众生的菩萨。于是从慈悲门呢作为主要的动机，好，配合对的方法达到最高的目标呢，是我们在这个菩萨行作为人间佛教的根本，好，可以记得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从总结里面的这种核心思想还有修行的方法，再加上序一跟序二呢帮我们打好的基础，调好的频道啊，我们来看一下人间佛教呢，它应该要怎么样修行。好，所以呢分成体、相、用。好，大家看一下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人间佛教呈现的状态跟方法。所以从空间来说啊，好，请问人间佛教的法在哪里求？好，看一下右边，佛法在众生中求。也就是人间佛教的行者呢，我们学佛修行成就的空间都是这个人间。好，但是我们带着这个态度叫做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好，我们可以很入世，但是非常的超越。好，善用我处在这个人间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人间佛教在什么样的时间领域里面去求得去学习？好，现世成就，轮回在当下就解脱了。这个道无古今，悟在当下，也就是我们有了这一个全面的法界观，容摄一切的众生跟法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在当下。好，所以不要担心自己跟成佛隔了三大欧僧祇劫。好，你算得再精细呢，你都还没有成佛。唯一的方法是忘记它，但是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人间佛教的精神叫做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好，那第三个，我们成就依赖的力量是什么？好，不是佛陀，也不是 Google， 也不是 Apple， 也不是网路，我们依赖的是自己的力量。所以呢，在实践上面记得自我超越，开发自我潜能。所以人间佛教的精神就是自力成就。好，那最后一个，人间佛教的生命体在哪里？我们已经不断地在广结善缘，
所以在生命体我们的目标精神上面呢，人间佛教永远都是自利利他并重。于是星云大师他说，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听到的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好，我们在这个佛陀本怀后面读到的佛法真义呢，师父他说，我没有忘记你也要求安乐，所以他改了，叫做但愿众生得离苦，也为自己求安乐。好，那我听了我就很欢喜，我就觉得哦，还是蛮有希望的，不是人间佛教菩萨就要一直苦一直苦苦苦苦苦苦了三大欧僧祇劫还在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众生欢喜，我自己也欢喜。所以最后呢，以这个来总结，就是我们从时间空间修行的法门还有解脱道呢，好，期许今天大家在续一续二还有总说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个三个面向还有方法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好，也就是成就的时间呢就是现在，好，不要重视来世我可以去哪里，重视现世你可以做什么。成就的空间就是人间，好，此方人间胜于他方。那修行的方法呢，成就自己超越自己。好，解脱道呢，唯一要跟随的道路就是什么，好，发菩提心的菩萨道，自利利他。那这个四点呢，我们所要依止的呢，都是佛陀所说的教法。好，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一起走完这一个总说的一个概要。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总希望啊，这一本非常深奥的书，很多的思想，好，非常高的这个见解的书，我怎么样读出它的这个精要？我怎么样把书读得更立体？好，那这边有一本叫做《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集要》，也就是我们邀请了像是宝和尚，好，然后呢两岸三地的学者，还有台湾的教界的大德呢，都请他们读过这一本书之后呢，邀请他们写一篇文章呢，来跟各位分享他在这一个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的书看到了什么东西，好，也可以帮助我们萃取出这本书里面很多的重点。好，那最后呢，再一次的感谢聆听。好，那里面很多的见解呢还不够成熟，我们今天把我自己的心得提出来供养各位，也欢迎各位给我指教，谢谢大家。